人家是受不了你才走的，我跟你讲。人家是受不了你。受不了你。咱他不会不会丢下我的。来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，加入阿梅直播间，把赞点一下啊，把赞赞点一下。等一下，这搞坏了。对哦。等个什么赞？一会儿你搞坏了，来你不是有蛤蟆功吗？直播间想不想看曲布变成蛤蟆功啊？但是现在已经是了。来曲布，直播间有人说你蛤蟆功特别帅，来给他们表演一个，真的哦。那你说表演就表演了，不是真的哦。啊，蛤蟆功来，来嘛，蛤蟆功，他们说你帅。你把这个给我，你把这个给我，来，这个给我，这个给我，来，很多人说你帅，来来来来，很多人说你蛤蟆功很帅，来，来。人家蛤蟆功是那奇异的，奇异的那学得到的吗？是要真功夫那个。你是把真功夫给他弄出来吗？来，哦对，蛤蟆功，来，家人们这个蛤蟆功，你不是有蛤蟆功吗？哦，你干什么？嗯，你干什么？地中海来，真像，真的像。像什么像？真的像，来直播间，你们觉得像不像啊？直播间所有家人们，直播间打三个字。打三个字，蛤蟆怪，打三个字，蛤蟆怪。中间是中啊，直播间打三个字。中间是毛啊。直播间打三个字啊，中间那个字是中。中间是毛。直播间打三个字，蛤蟆怪。我现在不是守着他，知道吧？我是在这里收我的山货。我这里今天收的还是挺多的，今天收的还是挺多的。但是曲布这个蛤蟆功看了没有？真的像那个，真的像，不是假的像，是真的像。来给阿梅点点赞，直播间所有家人们没有给阿梅点赞的，直播间点点赞啊！他是真的像那个什么？阿梅啊，你那个。不行的话你就不是你蛤蟆功，你那个以后就不要，必须。你那个逼，我跟你说，你那个我哪个嘛？你说话，你要收就收，就不是的时候不。你们知道曲布为什么结巴吗？直播间有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结巴的？你要说的话就五十的时候，不说的话就。那个乌龟，什么乌龟？这里有乌龟吗？直播间家人们，这里有乌龟吗？哪里啊？哪里啊？哪里有乌龟啊？应该没有啊。哪里有乌龟，家人们？是我后面这条河吗？刚看。是我后面这条河吗？我看看。啊，你看看有乌龟是吧？来，我们一起看一下有没有乌龟。没有乌龟。哪里呀？哪里有乌龟？啊，是不是这个？是不是这个？哦，没事。是不是这个？是不是这个？哦。是不是啊？王八是吧？是不是这个？是不是这个？是那个。直播间里的小黑子那些，直播间家人们是不是这个啊？是那些不爱曲布的家人们。你不要带我这个，这是我的。是那个不爱曲布的。这个是我的，你带他干什么？是那个不爱曲布的家人们。家人们，我也不想跟他坐在一起啊，我也不想跟他坐在一起。我是在这里收我的山货的啊，因为有人要拿山货过来的，但是曲布这个人一直不走。很好吃呀，那个小鸡。你干什么？我小鸡好不好吃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个小鸡，你看它那个。哦，对，就是好吃，怎么了啊？好不好吃跟你有关系吗？用那个火，那个来烧着吃烧。你不要打我鸡的主意，我跟你讲。
昨天啊，我看了我们家一个放了第几个电视，他们那个在电古装电视剧在外面，烧了一个鸡吃，感觉很好吃。烧，你还想吃我的鸡呢？什么你今天在这里转来转去的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可以走了。我是说，你心黑就算了，你人还这么差，真的是。什么什么什么？啊！我真的，家人们，我真的对这个人无语了，家人们，来直播间所有家人们，对着阿梅点点赞啊！对着阿梅点点赞，直播间所有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对着阿梅点点赞。如果我的宝在就好了，这个可以给我的宝。啊，这是我摘的，你又想啊，你又想骗人家你的宝，还你的宝，你的宝。我的宝在的话，我可以给这个给他。二郎神是谁？二郎神是谁？就跟我的宝应该喜欢的，我真的挺好看的。你觉得很好看吗？你觉得你很好看吗？好看啊，你好看，但是你这个心不好看，你太喜欢偷人了，知道吧？偷人？偷东西？我偷什么？家人们，我现在在等着收这个山货啊，等着收山货呢，不影响我跟你们聊天。因为晚下午的话我是有时间给你们就是直播的，因为那天和早上的话就太忙了，实在是太忙了，不是这个时候的话就太忙了。这个时候呢，货也就是昨天的你们就是卖也卖完了，也到家了，也就在这里收一下就好了。点点赞啊，点点赞，点赞太少的话，昨天晚上你们也看到了，我都好不容易有很多个哥哥姐姐们，然后后面又没有了，所以说我们点赞很重要的啊，帮阿梅点点赞啊，家人们。你婆家什么？我婆家什么？我婆家他在这里的话应该不会影响我收这个山货吧，主播。哎呦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呢？啊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吗？啊，你这样子躺在这里，你这样子让我怎么好意思在这里收人家的山货啊？你走开，你在这里我啊，家人们好冷啊，家人们好冷啊，突然就一下子就感觉冷了。我现在跑回去拿衣服的话，我感觉因为我现在毕竟我在村口嘛，我跑回家还是要几分钟的，我这里有那么多东西。练蛤蟆功是什么？一比五老，五老抽下一点，抽下一点，五老真的要五了，五老，我要五了，我要五了，五老，我要五了，就是我要疯了的意思，家人们。来直播间所有家人们，进阿梅直播间给阿梅点点赞啊，点点赞。就是现在我已经等了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都没有人过来过了啊，一个小时都没有人来了，可能我要马上回去了。哎，你又干什么了？不是我这个玩一下。玩，我这。你就打这个。你这样子会把它弄坏的。啊、给我，你这样子会把它弄坏的，给我。给我打这个石头好，这个棍子好，等我玩一下嘛。你玩偏吗？给你玩。我这个是秤。玩不坏的，我这个。我拿这个锤你这里。这个。你，这个很重的。你说我在这里啊，村口是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没事。家人们，他的头发怎么了？非常帅是不是？
没有人来了，天要黑了，天要黑了。以后每一天我都会在这里收山货，镇上去卖。阿妈，啊，有那个，有个虫子是不是？哪里啊？这不是虫子，这是刚刚那个花，那个花。好像有一条那个能藏手的那种毛毛虫。直播间家人们，我跟你们说，就是可能你们不知道，昨天晚上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都很喜欢我家这个啊，我在收的这些。然后你们昨天晚上有一些我给了你们，因为昨天我高兴，所以说我就今天我就给你们全部都发完了的啊，以后的每一天我就都在这里收，然后有空的话我就给你们直播，如果就是很忙的话可能会很少给你们直播。没有给阿梅点关注的，在这个地方给阿梅点点关注就可以了啊，这个地方给阿梅点关注就可以了。然后你们直播间就是点了关注的，没有加入阿梅粉丝团的，在这个地方给阿梅加入一下粉丝团。无语了。怎么了？我无语了。啊？你这是干什么嘛？我这个是还要用的，啊、我这个我你这样子我这怎么搞啊？我这个我挖一下嘛，不坏的，不会坏的，我拿开我拿开挖一下，我这个挖一下，拿开，我这个棍子放到这里来，拿开，以后趁就不用这个绳子了，用这个棍子了，我挖一下。你这样子的话，人家以为我吃人家呢。我挖一下嘛，你怎么了？不能那么小气嘛。直播间家人们，没有，就是昨天晚上在直播间的你们，就是你们的山货啊，我已经给你们发完了。因为昨天呢，我就给你们，就是因为毕竟你们都反正就不说了嘛，以后我都会在这里收山货的。拿开，嗯，拿开。以后我都会在这里收山货，对，全部就是一天什么也不干，什么也不干。哎呀，别搞坏了，怎么？别搞坏了，把它弄出来。好坏。没有给阿梅点点关注的，点点关注，全部有，真的全部有问题。现在我就准备下直播了，因为天快黑了，因为我们这边天也快黑了，差不多快黑了嘛。我要收拾东西回去了，收拾东西回去，不然的话就是一会儿可能王菲哥要来的话，王菲哥可能要直播。王菲哥刚刚说他还要来的，但不知道要不要来。我不知道要不要来，曲布他一直在了，但是他们想过来，看到曲布都不来了，知道吧？因为曲布这个人，你们看，曲布我回去了，我不收了，行不行？我不收了，我回去了。嗯，你把秤还给我，我回去了，我回去了，我妈妈还没有回来。直播间家人们，没有给阿梅点关注的，点点关注啊！没有给阿梅点关注的，这个地方点个关地方，黄色的小信息，点击去加入粉丝团就可以了。还没有退，我要等我妈妈回来，知道吧？我要等我的妈妈回来，我妈妈在福建，我妈妈在打工嘛，所以。我是没有出去打工过，我不知道外面就是打工还就是回来还那么复杂的，还要辞职，还要申请，还要批什么批什么批准还是什么，好像辞职都不能自己想走就能走。
我的话就是因为天气也太冷了嘛，我也太热，我不知道我也太冷了。我太，哎呀，你不要跟我说话，每次我一跟你说话，我就学会了结巴，真的是。他没有看视频，什么什么没有看视频啊？我的话就太冷了，我要把东西收拾回去了，因为天太黑了，而且曲布也坐在这里，这样子的话，人家，我也收不到那些山货了。曲布在这里打扰我，所以我就先回去了啊，我就先下直播了。你们没有，就是没有关注阿梅的，在这个地方点那个关注就可以了，没有赞的啊，赞一下。我下直播了，一会儿可能，哦，批准是吧？对对对，好像是批准。一会儿可能就是王飞哥要直播，我不知道要不要直播。我的话，现在回去的话喂猪，然后做饭，应该我不收山货的话是有空，我收山货的话应该没空了。山货呢，在这里啊，我收了，我今天收的还挺多的，今天收的还挺多的。我要退，我不结婚啊，我不结婚。家人们，那我下直播了哟，那我们就拜拜了啊，那我们就拜拜了。主播啊，我们想，我想走了，你可以走了啊，你可以走了，我要走了。50哦，什么50？以后去别人那里说的话就50的时候，你管得着吗？嗯，你管我？不是，你不50的时候的话，我也，以后你每次在你卖的时候，我就过来玩。走开，家人们，我要收拾一下，走了。叫你一出来，给我。叫你一出来，我就是进我，进你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啊，你一出来这里卖，你不50的，那我一直在那里我。你给我，我话都不想跟你说话。你回去的话我也回去，你来这里的话我也要来这里。你凭什么嘛？你为什么嘛？啊？来这里我。那你凭什么？你为什么就只？我就、就我因为我不想跟你一样那么坏。你把这个弄开，快点，来，快点。这个那么好看，放在这里了。哪里好看了？弄开、就这样子了、这个、你这样子的话我趁人家的时候我还吃人家钱呢，我靠，哎，曲布你真的是怎么会这么烦的人生的，我是对你真的很无语的，我真的好讨厌你，就这样子，我不知道再给我搞一些什么，真的是拜拜了，我要下直播了，无赖真的是，走开，我要收拾一下，我就回去了，家人们。我收拾一下，我就回去了。收拾一下我的东西，我就回去了。今天本来我都什么都没收到的啊，但是今天收到的还是挺多的。这些的话是不怎么干的，我就拿它这样子。你干什么嘛？啊，你拿这些。我动手啊！哎，你真的是怎么这么讨厌？干什么？走开！我下直播了。